大家好，在这一节节目中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京呼演奏的坐姿和左手持琴、右手持弓的姿势手法。首先，咱们讲一讲坐姿。身体正直坐好，目视前方，稍偏右坐。哎，稍偏右坐，就是比我们正常坐呀，这个腿稍微偏右一点。然后把脸侧回来，这个在我们戏曲舞台上管它叫子午像啊，就是不是正面的，稍微偏一些，这样显得精神。那么在演奏的过程中呢，也方便于它外弦的摩擦力度。那么座椅要坐这个椅子的前半部1/2至1/3处，不要坐满啊，这样呢就不利于它腰部的发力。那么左手持琴，那么把琴放在距膝盖后边，大腿1/3处，那么不要放得太靠里，太靠里呢身体会吃这个琴的声音，琴的这个音量呢就会受损，因为京呼它要求具有一定的音量和爆发力。那么琴弹向左倾斜，差不多35度角，上轴的小轴头，你管它叫上小轴头，对左肩，左膝对左眼。当然这个要根据个人的身高、臂长、腿长、肩宽有所调整，但是注意就是琴弹不要向左倾斜过大，也不要过小。那么琴筒呢是斜放在我们的大腿侧面，那么它利用琴筒底部和肚头这两部分，那么组成的一个角，把它放在大腿侧面，以起到一个平衡稳定的作用。双肩放松，左手持琴，肩、大臂、肘、小臂、腕、手背、手指，那么成一个半圆形，自然放松。腋下约隔3指，约隔3指，因为有人也是根据个人条件啊，有人这个臂长，有人臂短，约隔3指，不要架，也不要夹。那么利用从肩到手整个的一个平衡度来控制琴弹。左手持琴，虎口在千斤绳的上方，大拇指向下斜盘在千斤绳的下方，剩余左手4个手指自然弯曲在琴弦上方约1.5厘米处，做准备按弦的准备姿势。右手持弓，拇指和食指利用拇指的指肚和食指指二关节啊，这个叫掌指关节，这个叫指二关节，这个叫指一关节。拇指和食指的指二关节轻轻捏住琴弓弓杆手持弯这个弯角处，注意这个弯角处不要留的太多，留太多它这个
弹性就容易不足，出来的声音啊就会发傻，发散，捏在它的这个弯角的这个地方。那么中指在琴弓的下面轻轻托起，避免它在演奏过程中琴弓摩擦这个琴筒和松香。无名指伸到琴弓与马尾之间，在演奏外弦的时候呢，是不用这个无名指去撑马尾的，里弦的时候呢要撑马尾，所以在准备的过程中呢，它是不撑马尾，它是放在它们之间。小指呢与这个无名指呢自然并拢，不必并得太死，也不要张开，自然并拢，放松就可以。那么右手的大臂、小臂、肩肘呈垂直状态，小臂以前腕指形成自然角度，比直角略微的多一些。沉肩坠肘，两肩放松，这个坐姿和持琴持弓的姿势中你要注意几点问题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两腿尽量要平行，所以我们在选这个座椅的这个时候啊，尽量选与自己身高高度相适合的这种座椅。如果椅子太高，那么我们就要在左脚底下加垫一些像板凳啊、像砖头啊，或者一些什么东西，使之腿大腿正面尽量是平行的啊，不要太低或者是太高。那么还有一种坐姿呢，是搭腿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翘二郎腿。这个在我们早年间的这个琴室里边呢，经常会采用这种坐姿。这种坐姿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底腿呢有一定高度可调性。这个椅子矮了，我就往前一点，腿就高了。如果它这个椅子要高了呢，我往后一点，有可调性。日记呢，这个搭腿与不搭腿两种姿势在京呼的坐姿里边呢都可以采用。如果不搭腿的话呢，两条腿的距离呢不要太远啊，不要坐起来变成这样，这个腿分得太大就不好了，一个是不美观，另外一个也影响这个演奏时候的弓段。还有一条呢，就是我们左手握琴的时候，注意这个手掌心尽量不要贴在琴弹上。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四指呈半圆形，这个手掌心里边是空的啊，它不挨这个琴弹，只有虎口跟拇指接触一下琴弹。那么小指不要抵琴弹。有许多这个演奏员啊，这为了这个稳定这个琴弹，他用小指抵住琴弹。那么这样呢，这几个手指头在演奏的过程中就不灵活了，发僵硬。还有一条呢，就是这个琴弹不要过于前倾或者是后倾，它与身体要保持一个平行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左手摁弦的位置。那么左手摁弦的位置呢，在概念上呢是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呢是本身乐器的音准位置，
啊，我们这个京糊呢，一般分为二黄把位和西皮把位这个两大项。那么从二黄把位和西皮把位呢，又衍生出来反而黄把位和反西皮把位。那么二黄把位和反而黄把位，它的定弦和音准位置，那么在它上面，琴弦上面都有它比较固定的这几个点，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边再讲。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第二层面，也就是说我们指肚摁弦的位置。那么我们利用手指的指肚去摁琴弦，但并不是说满指肚都摁。那么利用哪个指肚、哪个位置去摁呢？利用它指肚一半下斜犄角的这个位置，我现在把它给画出来，为了便于大家看。大家看一下，基本是这么一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指肚如果要是一个圆的话，那么利用它左下角这个位置为点去摁弦。为什么要用这个位置呢？一个是这个位置的肉比较厚，另外一个对于我们以后有揉弦、有滑弦这种做技巧的时候，它比较方便。那我先拿琴摁一下，大家看，那么初学者在摁弦的时候，尽量采用保留指的摁法。所谓保留指，就是摁二指的时候，一指并不抬起；不保留指呢，摁二指的时候，一指会抬起；摁三指的时候，二指一指会抬起，叫不保留指。那么保留指就是所有指头都保留在弦上，这样摁出来的音呢比较饱满，力量上面比较均匀。良好的坐姿和持弓持琴的姿势，是保证我们演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。